好，就嚟啦。首先嚟个威吓先，之后再用泡沫。泡沫。哇，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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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辛苦打得。搵两万，搵两货斗嘅作用消佢我，再换翻做鲤鱼王，再弹跳，再弹跳，跟住再用小脚，再用泥鳅，再拔泥。拔泥，拔啦，拔泥，疯狂拔泥，好狗啊！真系有树果，真系黐线。嗰、那个树果汁嗰、那个缩壳，再缩壳。哦，唔系，佢呢一个系咩啊？佢呢个特工嚟噶，撞佢，冇啊，冇晕啦，冇晕啦。OK OK， 跟住再用缩壳。哇，打唔晕，唔得唔得，顶唔顺啦已经。跟住就恐惧眼或者用灯眼，灯眼哦唔够快啦呢度影。我哋用望望先，佢系咩特性话？能力变化加倍，我哋用变完一下先。O K O K， 跟住撞佢。哇！根本冇可能呢度，唉！我变完呢度佢打唔入噶啦，正常佢爆击破咗我个。那个防御，好啦，啱啱发现呢度有只嘅铜子喺度啊，所以我哋捉一只铜子啦。好啦，我啲精灵球已经无多啦，玩到冇晒，捉啊捉啊捉啦喂，红色，喂，唔系咁对我系嘛？呢度冇晒啦，最得啦。黐线嘅真系，哎，进化啦，进化啦，蓝魔啦，进化成啊，终于威吓啦，依旧系 OK， 我哋可以翻去啦。十八咧应该打得赢啦啩，一只十八，一只十四。果然呢个 game 咧都系要靠等级压制嘅呢个时候。当啲 Pokemon 咧你哋赢唔到嘅时候咧，你就即刻咧升咧你嘅等级咧，就一定压制到对面。俾我睇下你有几弱啦！你个靓仔，要不是作者的恶意，你早就输俾我啦！一嚟爆击，呢度换一换重先，呢度直接换只乜嘢波流啦，跟住再换只爆华里，变完，再变完，再用滚动，准备受死啊你！一嘢片落去啦，唔估唔到啊！我竟然会输俾啲乜弱小角色，运气啊！运气，我的精灵会弱小，变得更加厉害。正蠢材啦，要不是作者早就输俾我啦，你有乜可能？有乜可能又中嘅兵又中咩啊？个机率基本上低得好紧要嘅，其实同埋你见到咧，佢啲精灵得六咧，有啲和尚咁你就知道咧，佢预你个 level 唔会太高咯，我谂应该啊八咧呢啲，定系为咗唔俾玩家升咧呢度系？所以先 set 到八咧，你都进化咯，泡沫啊，泡沫壳啦，佢而家加咗个水属性，其实有啲危机，唔要叫声啦，好，因为原本我谂住升呢只嘅原因咧，就系咧唔好全部都系水属性，依家就全部都水属性，好危险 ，OK， 仲要咧，仲要依家嗰个血量唔高，唔知打唔打得赢呢关。好，唔知啊，试下啦，照。O K， 我嚟试试你嘅精灵有多信任啦。草苗龟，呢啲麻烦嘢，全部都。O K， 十九咧，系咪呢度行？系啦，喺度赢咗长老大人。我唔算得心服口服，你精灵断得好好，你对精灵嘅信赖都相当十足啊！呢、這个闪光技能就俾你啦，讲到好似好劲咁。多谢呢个长老呢。這個呢个我就不需要了，即是想来呢打听石板的事，听说你呢有这个了解。老夫后生的时候呢略有耳闻，既然你赢了我呢又想知道的话，就将我呢知道的话给你听，非常感谢。石板是创世神呢，阿尔宙斯身体的一部分，阿尔宙斯被创为创世神其中的原因是呢他所拥有的属性，而石板呢就是属性的体现。在遥远的时代，创世神可以将人类，但是因为耗费大量的力量，导致自己陷入了生命危险。后来有人将阿尔宙斯拯救了，对他呢是以这个尊敬和感激之心。但是对于一些贪婪的人呢，渴望得到阿尔宙斯力量，不惜趁他虚弱的时候将其封印。
后来咧，因为争夺呢一个力量咧，引发咗战争，感受到人嘅恶意。喺恢复力嘅瞬间，打爆咗风人，然后将所有人类都制裁，毁灭咗城市，杀死咗啲人类，平息战争。之后咧就陷入咗呢个沉睡，石板咧各散一方。传说嘅神殿里面咧吹响呢个天界之顶咧，并且将神板咧合并好咧，阿尔宙斯咧就会重新觉醒。哦，咁睇起嚟咧，阿尔宙斯确实拥有咧令世界平息嘅斗争嘅强大力量。咁你知唔知石板嘅位置？老夫咧知道并唔多啊，用传说嚟讲咧，佢咧使地域咧演变成森林啊，翠绿石板、水流石板嘅力量咧，使孤苦嘅山洞啊产生水源，形成瀑布。其他就唔知咯。啊，第一次感谢，咁我先告辞。你要挑战训练师啊，祝你成功，然后请借咩先告辞啊。睇下要获得更多情报啊，即系去研究我哋要行嘅路咧，仲有好长。使用穿洞绳，呢个位可以使用穿洞绳嘅。好啦。接着咧，纳巴尔之塔为咗咧检验精灵同埋人类能否开创未来啊，而进行修炼嘅场所。我呢一个咧，纳巴尔塔嘅长老就等我嚟见识一下你同精灵嘅基本。哇！蚀病咬佢，哇！大镬啦！呢个四只都系水系啊，大剂啦咁就催眠粉，唔好咁啦。催眠粉好难玩噶咁哦。Oh no！ 要死晒啦，睇嚟。呢只又系怕草噶，冇忌打喎真系，唔得冇忌打，一死嗰只，一死嗰只鳄鱼之后就俾人清队，俾人灭团，但唔紧要啊。我哋一重新翻只鳄鱼，我哋就赢到噶啦呢度。嚟啦，即刻嚟打啦，二防马四护先。嚟啦，长老。话时话唔系应该有冰牙咩？呢个 level 一招啦，动弹不得啦，水柱喷射啊！呢招犀利喎，系咪先制嗰招啊？先制技咁样嘅话，我哋唔要撞击啦。其实好，猫头鹰咬啊，轻松啦。你对精灵嘅信赖感咧好大啊，但系需要多加锻炼。即使完全冇压速嘅水皮，估计应该都攞到咧徽章嘅，走啦！呢个闪光技能啊，相信你可以挑战阿速啊，系作为咧训练师最大嘅武器嘅信赖精灵，系咪可以使用冲穿龙绳？我记得后面好似有嘢执喎，系嘛？学咩技能啊？帮手炒楼怨啊！哇，全武技都渣渣地嘅师兄，有冇穿龙绳？低能我，我背囊乜都冇，极度穷酸嘅个训练家喂，乜都冇。正常啲人身上會有藥水啊，或者一堆唔知咩穿洞繩嗰啲，但可惜我乜都冇。係啊，呢一隻 game 咧就係咧主打咧唔可以用太多藥水啦，就算用藥咧都係只係得嗰啲咩農場嗰啲牛奶可以做標記嘅。喇巴塔嘅和尚咧一人入手一隻喇巴，唔通佢哋特別中意？呢、這個真係搞唔明。呢、這個好似有劇情嘅呢、這個阿克羅馬話咧叫做。睇嚟喺度咧冇咩有用嘅信息啊！遗迹嗰边嘅调查只系交俾灵马啦，你挡我啦，麻烦养一养。好，呢个系科学家 ，OK， 好，我哋睇下呢个馆主啦，应该挑战得啦嘛。但系你已经通过咗精灵学堂测试同埋喇叭嘅长老认可，你喺挑战入面，阿速喺里面等你。哦，未来冠军啊，大比基建议你啊，信到嘅话咧，冠军不是梦想，要听我嘅说话。好，操作性咧会被非人体咧克制得好劲啊，要注意。嗱，听你说话就可以做冠军，咁点解你唔系冠军嘅？好 ，OK， 咁啊呢度照打啦，因为啲训练家咧可以成为我哋嘅经验值。OK， 车你龟到十四咧，嚟啦，恶骨炎咬啊！可能要翻去回一回血好啲 ，OK。同埋我咧突然之间醒起咧，呢、這个 game 咧好似要有小偷呢个技能咧先至会好啲，因为咧你可以偷人哋精灵、人哋训练家身上嘅道具嘅。咁我咧可能下集或者系下集之前我就会整一个小偷嘅技能，好似咩射文熊嗰类啦。OK， 好嚟啦，因为佢哋身上依家开始多道具，我嘅阵容就系咁样，我相信都有啲难打，因为佢好似有只干鸟嘅。我吉紧道馆馆主阿速，你新手训练家，我会控制下力度啊！取得徽章咧系认可嘅证明。如果想成为世界认可精嘅训练家咧，就咧获得徽章开始。系啊，嚟即刻出国鸟啦！唔紧要，我哋即刻用个恐惧眼先，真气斩泡沫，泡沫，泡沫，泡沫。哇，系咁用雨妻嗰条友。
同啲 PVP 过啲嘢咁呕心。好，佢会唔会冇技咧？话时话，跟住用泡沫应该打得死啊 ！OK， 打得死。精灵呢、這个比雕大比鸟啦，冇问题。呢度即刻变完，我、哦、变完就即刻用滚动。再见啦，好搞掂。OK OK， 我认我你啊！对于新手嚟讲，你已经做得好好。作为得到认我嘅证明咧，攞住呢个精灵联盟公你嘅道馆徽章，我俾你嘅就系呢个飞翼徽章。OK， 有呢个徽章咧，从其他人获得嘅20咧以下咧都会听你讲啦，并且咧招式机碎岩都可以使用，仲有咧俾呢个技能机俾你。使用技能机嘅话，一瞬间就可以教识呢个精灵技能，但只系用一次啊。顺便提一提啊，這個、呢个51咧系呢一个雨妻。可以能够令精灵回复最大血量一半的技能，前方仲有很多城市有精灵道馆要有效活用技能。下一个啊，圆珠市，下一个圆珠市系咩啊？虫系道馆系嘛 ？OK， 喺之后咧了解咗啲嘢啊，具体情况咧电话讲唔通啊，但系火箭兵团咧都系关注紧啊。我嘅助手依家应该系吉近市商店里面咧，嗰度咧佢知道事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集时间绝对华能 DN 咧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，同埋咧我就会去捉呢一个嘅小偷嘅精灵啦。好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中意记得 like 同埋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。